请问时该选布农族的好呢，还是阿美族的好呢？另外一半到底要选哪一族呢？我岳母看到我的时候，就一样是那晚。我爸爸有意见的时候哦。我就去找我的舅舅、阿姨，加上我外公跟外婆，我爸爸什么话都不敢讲了。厨房的东西是他的，客厅、我外面的等等都是我的。跨族婚姻跨当年，6月27日星期二晚上9点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老同学，我就问。